大家好，我是 Will， 欢迎来到 S 调查。今天给大家讲一起非常离奇的失踪案，它发生在我家。照顾我阿嬷的外籍看护请假说要去台北玩，随后失踪。自案件发生后，我的家人及中介公司都使用了夺命连环扣，然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接起电话。这就是我家看护失踪事件。8月23号，这天是个星期天，印尼籍的看护阿丽向我们请假，说要去台北游玩一天。早上7:25，他背着背包与一袋物品就离开了我家，至今联络不上。离奇的是，他离开之后，私人衣物依然都放在原位，完好如初，但我们家人的衣物都失踪了。好了，这是真的发生在我家的事哦。那知道这件事的当下，我就在想说，如果是 X 调查的 Will 来讲这件事会是怎样，所以我就擅自模仿了一下。那大家也不用担心了，中介公司呢已经在积极处理了。那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，我们都很傻眼了，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预兆，就突然走掉了。那今天影片要干嘛呢？这周日就是八月最后一个周日啦，也会是最后一场烟火大会哦。那我来放一下我家烟火秀的片段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岛上十个岛民都变成烟火图案啦。那今天呢，就是要教大家怎么简单快速的做出这个烟火图案，在八月最后一个烟火大会来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要有烟火的图案呢，我们要先有这些动物的头像哦。那这些动物的头像呢，是怎么来的呢？最简单的方式呢，就是从这个机器里面找哦。当然如果你自己会画的话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那如果你不太会使用我的设计来画动物的头像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以条件搜寻，接着呢在我的设计的名称这边输入动物的名字，像是耳光的话，那这边呢就会跑出很多耳光的头像啦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，来当作我们烟火的图案哦。那我现在输入耳光的英文名字，它也会跑出国外海外的那个耳光的图案哦。这怎么有一个佐助耳光？那海外的设计通常是比较多一点，那你就可以挑一个你自己也喜欢的头像来使用哦。那如果你的 Switch 呢能输入日文的话，你也可以使用日文来输入，但可惜呢我这台现在这边是没有办法输入的，不然的话日文的选项又会更多一点哦。就日文、英文、中文加起来，大家都可以去使用看看哦。那在日本那边也有 YouTube 使用这个功能呢，来数一下看哪一只动物的我的设计数量是最多的哦。那我记得前三名是小润、杰克以及茶茶丸哦。那茶茶丸的我的设计超多的，看来大家真的很爱恶搞茶茶丸的脸哦，他的表情真的是很好用在其他的设计上面。那像中文呢，我搜寻阿姨的话只有这些哦，我觉得有点少，所以呢我觉得我要为阿姨多一些设计稿上去才行哦。欸，这两个是我的，我觉得这样不够，我要再帮阿姨冲一下人气才可以哦。那我之前也有画过阿姨，也有投稿过了，但是呢那时候我的名字是乱取的，就随便取一个 Hero 一这样子，所以我要再重新投稿一次，我要帮阿姨冲人气哦。还有这些阿姨的衣服呢，我也已经全部都换好名字了，我要再重新的上传一次。改好后呢，我就要来把这些图案给上传啦，投稿。
图像结束呢，我连这些衣服也都要再重新投稿一次。好的，这样就投稿完成啦。那我现在呢，再重新搜寻一下，这样子阿一的作品应该就变多了吧？有了，你看，这就是我新增的阿一哦。哎，我刚刚不是上传三个吗？为什么只剩两个？一个还没好吗？就我打错字了。哦，这边也衣服都还没好，可能他需要一些时间哦。好吧，就给他时间吧。那我很在意我家可爱的远远会不会也有其他人的设计呢？哦，也有哎，太好了，有其他人也喜欢远远，我好开心哦。啊，但是远远的东西有点少，有点可惜哦。哇，这样子好可爱哦，这个人好天才哦，把他耳朵做在袖子，就像这样子啊。如果你想支持你自己岛上的动物的话呢，不妨也试着创作这样的他们的图案哦，以及他们的衣服，因为看到自己喜欢的岛民呢，搜寻之后那个页数很多，你就会看起来也会很欣慰，对不对？那我很开心，这边至少有几个人有上传远人的图案哦。虽然这个跟远人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哦，但至少这三个呢，这三个图案还有这件衣服，我很开心哦，可以看到这样子。那为了支持远人呢，我干脆现在也来画一个远人好了。我也来想一个以远人为主题的衣服，也许哪天远人也会穿哦。那我用毛衣好了。来做个远人毛衣，那制作的过程呢，我就干脆直接快转好了。好的，花了一点时间把远人的衣服给做好了，那就可以来投稿啦。把刚才做好的远人毛衣给投稿上去哦，可以帮远人多充一点人气，我也很开心哦。那再来呢，我再来看一下刚刚我上传的那些阿姨是不是已经都上去了。一二，还是少一个，怎么会这样？比较慢吗？有需要那么久吗？这些东西都没上去了，真是奇怪了。那我刚上传的远人呢？有了。哎，奇怪了，那为什么那些阿姨没有啊？啊，你看，他那个一是不是跟这个一不太一样？我这个是不是打成注音符号的一，所以他才搜寻不到？哦，那这些也是一样咯，阿姨 T 恤、阿姨毛衣、阿姨运动，哎。该不会他只能搜寻阿一，然后我后面加那些 T 恤啊什么东西的他就搜寻不到了。
好，我来试一下哦，我改一下名字。好了，我已经把我的作品名字全部都只改成阿一了。那我们再来搜寻一次看看哦。有了，三个都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字不能打错。那衣服呢？有了，衣服也一排都出来了。这些都是哦。哎呀，有重复的跑进去了。这个能删掉吗？哎，可以了，删掉。我把这个删掉好了。哎，居然可以检举啊！这是别人设计的，把你推倒，不好意思。哦，我原本以为是我做的那一件要把它删掉，结果这是别人做的，差点不小心去检举别人的衣服，好可怕哦！好，好的，好，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不要自己吓自己。好的，搞懂这台机器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试着去放烟火啦。我们找到十个岛民的头像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西施会这边来提出烟火的提案哦。那我们就可以把十个岛民，你找到的十个岛民的图案全部塞进来哦。那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呢，就是来一个阿一主题的烟火秀。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会长什么样子吧。希望大家呢，最后一个烟火大会都可以过得很愉快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